不是青蛙不下蛋，不是鸭子不呱呱，没有错。在周末假日啊，准时收看古海老船长的节目。阿呢都丢啊了啦啊！哎、欸，不小心啊，看错台啊，又怎么样？被扒一层皮呀、啊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我跟大家报告，黑天鹅哈、啊，即将怎么样要出现啊？ 欧美股市已经怎么样？悄悄地开始这样哦，注意看哦，啾！啊、老船长，你不要吓我，心脏不好啊、哦欸，我没有吓你。后面你会发现呢，欧洲也好，美国也罢，那个黑天鹅哦，一株啊，比一株还要肥呀、啊。 搞不好最肥的那一只就是川普啊,啊！啊，你要小心一点，川普已经呛声了哈，不再参加任何辩论的竞选活动。我莱夏来米，我就说嘛，他不参加还好，他一参加民调，咻嘣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他也很帅啊，干脆老子怎么样不参加了啊？这样也对了啊，因为你每参加一次，你民调掉一下，那你还选个鬼啊？ 是不是好？那么，在这个周末假日啊、哦，我只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就好，因为我怕你们忘记，哎，你们都是贵人嘛，对不对？所谓贵人多忘事啊，没有错吧？好，就说一个头部的形成，注意看我的手，干什么？他会在这边怎么样？ 一直震荡，一下子涨，让你觉得要上万点了、啊；一下子跌，让你觉得怎么样要崩盘了。就在那边怎么样上上下下，然后呢，做多的分析师呢拼命怎么样喊多啊？做空的分析师看坏的分析师，好像剩下小弟我一个嘛，对不对哈？那一样。 没有错啊，啊，没有改变。那到底是谁对呢？对不对？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但是你仔细听，那个公啊，他说的理啊，搞不好是歪理啊。比如说，他说啊，你要、啊、不要怕啊？勇敢的买进这个地方，你不买，未来上万点，你绝对后悔。这是一个骗局。 我了下来谜，因为他没有讲为什么上万点。你前面听逻辑都很对嘛？哦哦，不买要上万点后悔。问题是，为什么会上万点？真的会吗？当然是假的。海涛法师早就开示你们啦，新来的啊你，你有什么条件可以上万点？答案是怎么样？ 没有半点条件、啊、可是怎么样？你的老师又踢球啊，每天在电视上打马飞啊、秀秀啊、恐吓着你啊，各种方式啊都用尽了。那么他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怎么样招收会员，而唯一的手法，嘿嘿嘿嘿，很简单的哦。什么手法？ 就是不断的每天较劲股票，那么只要呢跌的赔的通通都不讲啊，叫了一百八十档，里面总会有两三档涨的吧，拿出来表演，告诉各位观众绝对有扣讯，还把扣讯给大家看，在电视上就抓绝对有，如果没有怎样怎样，废话当然有啊，一百八十档都有扣啊，但是只是怎么样赚的拿出来表演，赔的全部不讲。 而你是他的会员，你当初为什么会参加？就是因为他当初就用这一套手法怎么样，把你给框进去的嘛？想起来了吗？想起来了啊！想起来呢，你就知道你是个笨蛋，哈哈哈哈！好了。 报告完毕啊！以上就是投顾业啊，大部分的分析师啊，他如果要招收会员呢、啊，最常用的一种方法，而且怎么样，屡试不爽。这种方法可以骗到很多会员哦好不好？什么老船长，你干办这档事，开什么玩笑？拿我跟 Your Teacher 比较啊？叉叉比鸡腿是不是啊？我不干这种事情的啊！我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呢、啊。 是不是？不要为了怎么样五斗米而折腰嘛！啊，现在人哪管你这些啊，老船长，对不对？先骗先赢的、啊，是不是？那这一套对我来讲啊，不适用，好吧？我只相信路遥知马力。好了，那么各位已经看到侧标了，啊，看到了。老船长，你这个首先哈，这个玲珑两个字就写错了。 没有错。中华民国宪法有没有规定？啊，我的航海日志的这个名称啊，要用另外一个“玲珑”，没有规定吧？宪法没有规定哈、啊，啊，没有规定，没有规定就照我说了算，听得懂吗？好，那这两行字哦，就在这一个周末假日啊，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天啊。 这两行字，万一哦，我说万一哦，万一你有任何的字看不懂的话，麻烦你打电话给你的亲朋好友啊、哦！不要问儿子女儿，那很很闹亏了啊，丢脸啊、哦！不要问儿子女儿，好不好？打电话给你的好朋友，问他说：“哎，请问一下，这两行字哈、哦、是什么意思？”老船长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因为这样 hold 康怎么样？倒修播了。 你的朋友会感谢到怎么样？痛哭流涕呀、啊！当然啦、啊，放假我们公司啊，线上的助理啊，都坐在那边怎么样？恭迎啊，各位贵宾打电话进来。当然啦、啊，电话是很难打，因为这两行字你看得懂，你就知道，铁定是冠报。那为了下列谜呢，我先卖一个关子。 你注意听，什么？要先眯一下啊！眯来来，导播眯一下。好了，嚯！怎么会有这么漂亮、这么华丽的封面？忍不住啊，再给他看一眼。来，我在股市啊、哦。 二十几年，打滚，我看尽了许许多多的人事物。我们不要讲别的，光讲那个什么啊？技术分析哇，昆仑派啊，峨眉派，武当……好，好像不是啊、喔，这好像是武侠小说。哎、欸，打个比方嘛，干嘛那么计较？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少林派哇，各种派。 大家都说自己的那一派怎么样最厉害哇？A、B、C、D 高嘎低，几只几坡，算完了不准，再几只几坡。后来你发现呢、啊，通通都怎么样没有用？那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大家以讹传讹，将技术分析啊、技术面这个东西啊，给它怎么样搞乱了。我心里就在想。 那如果投资人用了什么这个法那个法这个分析呢，到最后啊，通通都没有用，钱也输光了，怎么办？所以啊，应该怎么样回归到最初啊，我们讲初衷啊，为什么会有技术分析？他到底要干什么东东？你把这个了解了，然后怎么样把里面的一些真正的重点厘清了就可以了。 因为太多的人都想要怎么样，从一个技术面的分析来怎么样赚取人生所有的财富啊！这种人是有神经病的。后来发现怎么样，完全怎么样走不通，就诚如我所讲的，它只是一个层面，你不可能靠一个层面在股票市场怎么样发财。那老船长应该怎么办？ 你要各个层面都把它抓进来，只要是会影响的层面，你都抓进来。画老船长，那你是在讲东方夜谈还是西方夜谈？错，我也不是在讲天方夜谭。画家看这里，导播，技术分析啊，基本面分析。 筹码面分析、产业面分析、经济政策面、心理，最后消息，这八个面我叫它什么？八面玲珑。来照全部，停。我叫它八面玲珑，收录在我的古海日志。老船长，你一定拿个封面来骗人，来导播。 倒过来，这里面都有字哈。我的节目，观世音菩萨，搞不好都在监看的，因为节目内容所言，说谎不实，下十九层地狱不得好死。我是说我，那我将这二十几年的经验，每一个层面，总共八个层面。 把它网罗进来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各位先不要急着打电话，反正注定是惯爆。先喝一口水回来。你听完之后，你先融会贯通之后，你就非要得到它不可。导播，进广告。 家园时，请穿雨鞋、戴手套，先做好自我保护。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弃。水要煮沸，食物要煮熟。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，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。多一分警觉，多一分自我保护。 不是青蛙不下蛋，不是鸭子不呱呱，没有错，就是这道光，让老船长带你乘风破浪，一路过五关斩六将，打遍天下无敌手。你还在等什么？零二二三八九八六八九，零二二三八九八六八九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许他可顾，帮你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。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，咨询热线零二二三八九八六八九零二二三八九八六八九。 茫茫千变万化，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启发头部，卓越理财团队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。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。启发头部，零二二三八九八六八九二三八九八六八九。 当你来到股票市场，不管你身在美国股市、欧洲啊、中国大陆都一样，你每一天，你接受到很多的讯息，哇！一下这个人跟你讲技术面，那个人跟你讲基本面，哇！等一下看电视又产业面、又消息面、各种面，你会不知所措。每一个层面啊，多到怎么样？内容啊！ 爆炸？请问一下，你要相信谁？老船长，你这样讲很有道理哦。我们也曾经相信这个那个那个这个，哇，到最后怎么样？通通没有用。我来瞎猜谜，因为你已经乱了。所以我在股市二十几年，我就心里想，我们应该去追求的是。 八个层面对于股市有深远的影响，我们必须要进入每一个层面去怎么样去了解到哦，原来这个层面它最终最哦应该讲说最初啊、哦，它所要带给我们的是什么观念？那之后呢，很多的人去怎么样哇去把它演变啊，又这个那个，那很多人可能是为了牟利呀、啊，或是他觉得这样子应用起来比较好。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第三者， 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？你是外围的人，你可能会怎么样？搞得乱七八糟，所以应该要怎么样？回到八个层面的起跑点。那在市面上、台面上都一样，只有我用二十几年的功力跟经验来完成了我的。来，再看一次《古海日志》。 我叫他八面玲珑啊，那是因为我觉得啊、哦，大家觉得玲珑啊，这个非常的吉祥啊、哦。有人说代表这个荣华富贵，那没关系啦，往好处想都好。你如何要达到这样的境界？你必须要八个面，你都能面面俱到，所以很好记，八面玲珑。当你走进股票市场的时候。 任何一个层面冲击过来的时候，你就把这一本打开来，翻到，比如说你产业面来了一个消息或者怎么样，人家讲你搞不清楚那个观念，你把八面玲珑翻到产业面，你看完以后你就知道哦，原来产业面就是在讲这么一回事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不要讲的一副。你看有些分析师在电视上讲了产业，好像。 哇，他就是那家公司老板了、啊，好像很厉害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只要问他一句，那买哪一支，什么时候进，会不会一定赚，不敢讲话。对，老船长、哦，我的朋友啊，他分析哦、啊，电子股、啊、哦，哈，从上游、中游到下游哦、啊，哇，不得了啊！啊，结果呢？ 输了一裤子啊，因为他并不知道产业面到底对于股票市场，我们所要认知的是什么，那个精髓到底在哪里？就像技术分析，你学的啊，开盘八法，我看开盘八十法也一样啊，能帮助你什么？用到最后，你发现根本不知所云，不知道该怎么用，因为技术分析其实不是那样子用的。 把这一本《股海日志》啊带在身边。我说过哦，你在股市能够接触到的全部加在一起，就只有这八个面，不会跳脱这八个面。而当任何一个面对你产生困扰的时候，你就把这一本翻到那一个层面。我告诉你啊，你马上豁然开朗啊，觉得轻松自在。 这是为什么我要完成我的股海日志？而这八个面全部一次收入进来，导播看到没有？八个面，我个人认为啊，缺一不可。所以人家说做股票啊，哇，其实真正的、啊、要赚钱呢、啊，我们讲的不是赚一万两千八百五哦，而是赚到哇，你想了人生的财富哇，这个汽车、洋房啊。 那是很困难的，或许真的比登天还难。为了夏雷米，因为要八个面，要面面俱到。很多人都误以为技术分析啊，什么基本面、筹码面就够了。我跟你讲，没有用。爱中来呀、啊！哦，老船长原来是这样子的、啊。那请问一下哈，老船长在市面上哪里可以买到这样的书籍？没有。你把你的鞋子走到烂。 你全世界跑遍了，只有这一本。如果有，一定是怎么样？开始跟屁虫模仿我。我是国内所有分析师首创八面玲珑的，因为只有我很早以前心里就明白，做股票你就是要八个面全部都要会，而且都要顾及到，你才有办法赚到人生的财富，真正的财富。 我知道很难，所以我要把它收录起来。听我讲到这个地方哦，如果你不想拥有它，那代表什么？你不想拥有财富。如果我是你，我会用尽、想尽各种方法，我一定要拿到这一本。我的夏雷米，就像老船长讲的，把它带在身边呢。 什么面以后都难不倒你，你不要再去相信人家故意讲什么很多高深的什么，我跟你讲，那很多在我看是金光党编出来的。我随便举个例子，啊，什么指标啊，神准啊，鬼扯淡。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指标，啊，就你靠这个指标你就可以发财的，没有。 老船长，我觉得你讲的很对，难怪我们在股市几十年钱都快输光了，用尽所有的指标还是怎么样枉然，没有错。所以为什么你不把握住你人生呢、啊？也许是最后一个阶段在股票市场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有了岁数了，其实都到了六十几岁要退休的年纪了，还在跟股市啊对抗奋斗。 那我良心的给各位建议，把这最后的也是你刚好你经验嘛，你赚钱的经验可能没有，可是你赔钱的经验大概比任何人都多嘛，对不对啊？赔钱的经验也是经验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很重要的，把这最后的这一段时间，将这一本带在身边，你会发现原来你过去哦，你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哦，专攻一个层面哦。 你不但把钱都输光了，你还找不到答案，然后你最后得到一个结论啊，这股票没走呀，吼啊，没探底，对不对？其实你没有找到正派对的方法。那电视上有很多分析师告诉你啊，什么方法才是对的，然后只有一种啊，甚至就是它的软体跟指标就可以了，那这鬼扯淡！ 我可直接告诉你，你们也都买了，都参加了，最后就怎么样挂掉，是不是？最后听清楚啊、哦，你想要在股市赚大钱，我讲的这笔财富是非常丰厚的哦。那你必须要怎么样，将这八个面都融会贯通之后，然后你还要等待机会啊，运气还要好。 我没有把机会跟运气放在这里面，因为那个是没有办法研究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讲看天吧。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但是你都准备好了，成功是给有准备的人哦、喔。你都准备好了，那那一笔财富有一天也许就真的来了。那我现在请问你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电话就在你的手边，啊，这是刚出炉的。 绝对没有跟他一样的。过去也许你有类似的啊，到我的这个教学演讲会场，完全大改版，改到你都不知道的。这是我讲，我真的在那边郑重宣布哦，过去的啊，过去了这一本才是真正的精华中的精华啊。过去的你可能拿到看不懂或怎么样，所以我重新全部大改版，然后今天热腾腾第一次推出来啊。 当然不卖，你在市面上目前你买不到，你要买类似的也不可能有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没有，就是我独创的，中华民国我独创的。为什么只送不卖？因为我觉得不要用钱来衡量它的价值。那送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我喊卡，你用尽各种方法，我不理你了。 不要做股票，做了一辈子，连哪八个面，再看一眼都搞不清楚。导播，照镜，哪八个面你？你你你做股票这八个面你都都清楚了吗？你都说得出来吗？你到市面上你找得到这这样子的日志吗？不可能。所以在这个周末假日，没有错，这两行字看不懂的，麻烦你找你的。 老定老卡出笔盖表阿嬷巴，啊、哦，儿子女儿不要问，然要丢脸哈。请问他们这两行字的意思是什么？然后请你注意听，他们会很感谢你，因为他们会加入灌爆电话线的行列。你准备好了没有？送完为止。五、哦，人生一定要拿到的一本《古海日志》，开始强打。 本投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